站在车旁边，个头很迷你，因为罹患了侏儒症，体型外貌的不同，让他的求职路上常吃闭门羹。不敢打油啊，我怕打不定油，那我找他工资面谈，老板看我，什么不要问，我在这里预料，那等着两三年以后工资也没打。身障者想进入职场少了机会，有人干脆选择不进入正式的就业体系，接麦为生。但行色匆匆的路人赶路之余，很少人注意到这街角的小摊，商品不多，消费者往往不会再回购。接麦者靠着自己的力量在街头自力更生，同样困难。要帮助身障者的方法很多，只是他们需要得到的帮助是什么呢？请锁定本周六大爱探索周报，职爱难行。